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我们常说呢，佛家讲要广结善缘啊，所以呢，朋友多呢，代表我们社会资源多，可能呢得到啊帮助也多。可是呢，师父也提醒我们啊，交朋友要有智慧哈，因为被朋友所害的新闻呢，也时有多闻呢。师父啊，我想起来被朋友所害的这个新闻呢，最骇人听闻的一个，就是一个女学生。他因为另外一个女学生曾经借过他一把伞，那他觉得非常的感激那个女学生，所以后来他因为另外那个女学生嫉妒他，所以设计一个要害他的时候呢，别的女学生听到都不敢去，可是他一直认为这个女学生不会害他，所以他就去了，结果被轮爆，那他就因而发疯了。看到这个新闻蛮痛心的，就师父觉得说这个，就说师父说要有智慧哈，那在这里面怎么样智慧的处理不会有这样的下场？这要看当事人的一个判断的，因为对方也是个女性。对呀、那这个女性，也曾经帮助过你。曾经帮助过啊。那她是不是被人家利用了，根本不知道的。但是她背后是不是有人在那边，要利用这个女性来害你，不知道的。但是呢，一定要，如果知道对方这个女孩子啊，她交友啊是蛮乱的，不是很清楚的，那要小心了。如果对那个对方那个女孩子晓得她很清楚，她这是平常是规规矩矩的，从来没有听到说过这个人呢、是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一些男孩子在一起，那这可以信得过。或者是呢，本来已经呢又蛮熟的，那可以，否则的话要去，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去，又去两个人，或者是呢就是就找家人陪你去吗？啊，找家人陪你去。对，在家里人陪着你去吧，陪着去，就是到了门口就是伞拿到了就回去回来，不需要在他家里边去。如果要进去，要问问他们家里的有多少什么人呢、那看了这个人很奇怪的，那就不要进去嘛。这是一个，但是呢，怎么预防意外的事件还会发生？是。我们这个是说是不怕意外呢，就怕万一。怕万一，作为万一，就是说你怎么样子这个预防了，它还是啊，就是想不到的事，它会发生。那这种也就没有办法了，防不胜防叫做啊。那通常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防的啊，应该可以防止啊。是，师父也提过哈，就说交朋友的话哈，有两个事情啊是特别要注意，一个就是金钱，一个就是情感啊。这方面师父可不可以说得更清楚一点？如果你交朋友啊，这金钱上不清楚，这是最麻烦的事。所谓金钱上不清楚呢，就是他问你借钱的时候，如果说是小钱呢、你不要叫他还了，就是给他吧，小的钱你给了他，不要说这个再记得他你欠我多少钱呢，就小钱就是用掉了就用掉了，这是朋友嘛，买个朋友很好。大的钱，所谓大的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对你自己来讲，这个钱是相当重要了，或者对你的生活会构成影响。哎，这是对你来讲，这相当重要的一笔钱呢、或者对你来讲是相当大的钱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跟他讲，那我这个钱呢，这个多少时间你要还给我？要立一个凭据。而且还要一个保证人，一个保证书，还有呢，最好有保证的东西，保证物，要保证人、保证物都要有，因为这个大钱呢、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亲兄弟明算账，开始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没什么不好意思，中国人常常觉得不好意思，没关系了，你拿去用，用了以后你什么时候再还给我？有的时候再还没有关系，没有就是不还了。哎，你既然讲了没有就不还了，他就是不还了。
然后的时候你就恨死他了，你借了我的钱啊，你不还我啊，这是很糟糕。我这个人呢，一生没有钱，但是朋友要问我借钱的时候啊，我小钱都会给人家的，给人以后我就忘掉，当然记得他借过我的钱，我绝对不会再问他要。但是说要问我借钱，是我没有办法送给他的钱，我没办法给他，那绝对不借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呢法鼓山，我们有公款，常常有人动我的头脑，哦，你的公款能不能借我钱？我说我周转一下，周转一下，你不要告诉人，我马上就还给你，不要告诉人呐。啊，我说阿弥陀佛，我这个财产呢是释放来的，而且我们有会计制度，而且我们有监督制度，这个经济是一个小钱也不能够这个出入的，这个一定要讲清楚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个就不会有问题。至于说感情的问题，我们下一次再说。好，这个的确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交朋友呢要讲分际，慈悲呢还要有智慧，这样子呢才不会陷朋友不义或者陷自己进入困难的境地。那么稍等一会儿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你好，欢迎再回到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师父刚刚告诉我们说，交朋友呢要慈悲，但是要有智慧，特别两个事情要很注意，一个是金钱，一个是情感。那么金钱呢，师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再来听听情感上我们要怎么样的注意。师父，这个您说这个情感上哈要特别注意啊，我就想起有很多好朋友，尤其是通家之好啊，夫妇都是，跟对方的夫妇都是好朋友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就发生了变化，可能自己的先生或自己的太太就变成了别人的先生或别人的太太，这个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差错，应该怎么样预防？这因为夫妻之间呢有一些这个意见呢，说夫妻不吵架很少的啦，夫妻说没有这个相左意见的是很少的啦，夫妻能够不在人前吵架已经不错了，那在家里边呢拌拌嘴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为了某一方面的这个观点，那夫妻两个人呢不相同，有的人就是这个太太呢喜欢打牌，那先生呢喜欢打球，那牌友球友，那就不一样咯。丈夫跟太太啊，不管是怎么样，你一定是要兴趣啊要适应，太太要适应先生的兴趣，先生呢要适应呢太太的兴趣，还有呢太太要包容先生的呀性格，这个他的缺点、那先生也要包容太太的呀性格上的缺点，都要包容，这样子互相的呀就是爱护，夫妻彼此之间爱护互相的感情，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，眼睛里都不能有沙子。是。听到说，爱情就像是什么？眼睛不能有一颗沙子。是。有一点沙子以后，就会痛，就会不舒服。因此呢，经常要小心翼翼的，要营造啊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不要啊有一种分叉的一种现象出现。否则的话呢，会很容易发生。彼此是通家之好，两对夫妇，这个朋友的太太会给他的另外的朋友啊讲，但是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是希望啊，这是
就是两个男人呢，希望这也是个男人，那也是个男人，希望这个朋友的男人给他自己的丈夫这个男人呢来劝他，或者是来纠正他，希望能够适应呢太太的想法，适应太太的呀一个观点，或者是太太的性格。这样子一谈呢，那对方这个朋友这个男人呢一听了以后就是同情太太啊，同情这个太太，同情这个太太呢也帮着他在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先生真的糟糕，你这个先生真的糟糕。这样子一来呢，他就觉得先生真的不爱他，还不如这个人了解我，不如他那个先生的这个朋友能够了解我。是，那因此呢他这个感情就转变了。这个感情一相见恨晚啊，那就是这感情一转变以后就麻烦了。所以是夫妻之间呢本来没有事，第三者插入之后，就是不挑拨，就是同情，用同理用同情也会使得夫妻产生裂痕。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。因此呢，做人家的朋友的时候，人家夫妻之间的任何事不参与，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什么问题，你倾听就好了，不要做回应。你不要给他出主意。比方说你如何整他一下，是吧？说这样子的这个人，你怎么还能够跟他在一起生活啊？你不要挑拨他，不要这个刺激他，你也不要呢作为啊帮凶。那你说春天吧，听完以后最后说一句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哦，是做夫妻就是这个样子的啦。那师父，万一啊这两对夫妻在一起，其中有两个人，哎呀，发现原来他才是我一直要找的人，我过去结婚都错了，真的是相见恨晚啊，然后觉得是真的是这才是我的心声，这个是我真正想要的人，他是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就是说自己心房没有，自己没有心房，自己心老是啊敞开的，对，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夫妇啊是非常重要的，家庭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的这个家庭啊，他没有想到要保护家庭，没有想到要保护这个婚姻，珍惜这个婚姻，才会有第三者进来。第三者进来这个新鲜感，我现在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啊。在美国呢有一位教授啊，他这是一个蛮花心的一个教授，他自己的太太呢没有什么不好，只是呢常常会说他，说你要老是在外边呢这个交女朋友那么多，你究竟是啊要不要我了。本来没听到这个太太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朋友这个太太啊他有兴趣，在他这一问的时候呢，他的太太问他，你究竟要不要我了，这样子一问呢，结果他想到，哎，他就提醒我啊，我大概不要他了，他就找他那个朋友那个太太，后来这个两个家庭都破裂，很糟糕啊。是，后来这位教授又把那个朋友的太太结了婚以后又丢掉了，他又找另外一个去了，所以这个很糟糕，他这个心里面根本没有想要爱护保护啊这个家庭，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种事。是，有一句话说，隔壁家的草坪一定比较绿啊，所以呢，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，别人的太太会比较好。不过呢，真的情感呢，也是要有界限，要有分寸。正如师父所说的，要有一道提防啊，你的心防要做好，这样子呢，才不会既害了自己，又害了别人。也欢迎您在待会儿呢，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
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再回到大法古节目。那么在刚刚呢，师父一再提醒我们，交朋友的时候，金钱还有感情这两件事要特别注意，以免呢化友为敌或者是引狼入室。那么就想想，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智慧化敌为友呢？哎，我们来请教摄缘法师。师父，我们最希望当然就是化敌为友嘛，千万不要化友为敌啊。在这方面佛法的智慧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忙？敌人呢是自己的心中认为对方啊对自己有害，所以是敌人。认为对方是啊会破坏我伤害我，是攻击我，让我没有啊后退的余地，或者是没有生存的呀空间，所以这个是敌人。这个敌人，有的是这经济上的，有的是政治上的，有的是感情上的，还有种种种种啊不同的。有的人说，什么同行是冤家，是啊，这竞争者是敌人，是这样子讲啊。但是呢，从这个《孙子兵法》就是。战争的一个原理来看呢，没有绝对的敌人呢。为什么？敌人是因为你有机会让他来欺负你，他就变成你的敌人。如果你没有机会让他来欺负你、来打你、来侵略你，那他就不成为你的敌人了。你要使得他觉得跟你做朋友啊，对他有好处；做你的敌人，他就麻烦了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？那个敌人就不存在的，这是第一点。这是从《孙子兵法》啊，是这个推动、这个、很哎啊，充满着很高的哲理。对，那就是最高的这个战争原则嘛。是啊，就是化敌为友。化敌为友啊，这是啊。既不需要自己出一兵一卒，也不需要把人家打得落花流水，而使得大家能够归，就是回归一点，来做你的朋友，他需要你做他的朋友，这个要把他形式造成功，但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啊。对，这需要很高的智慧呀。一个是相当高的智慧，另外一个真的要有实力。要有实力。你没有实力呢，人家看不起你，就会欺负你。是。那欺负你就是变成你的敌人了。还有呢，智慧就是实力。这以虚啊，代实。啊，以虚代实。对。这你是虚，他是实。是。他要打你的时候，声东击西，打不到你。打的时候，因为是你虚的，没什么好打。但是呢，你的智慧比他高，你马上就变成他的朋友，他又会需要你这样的一个朋友，所以智慧很重要。因此呢，人呢，不要把所有的人当成敌人，应该呢，要有啊自己，能不能够啊，就是保护自己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能够保护自己，你自己就不会有敌人。就是天下无敌这个话是啊，天下无敌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家不打你，就是人家没有机会打到你，那你就是最高明的。是啊，那么在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啊，我是这个用佛法来讲的啊。是，佛法呢是说一切唯心造，你把敌人呢当成是一逆增上缘啊，逆增上缘，当成是磨练自己的，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。这敌人当前，强敌当前，你一定要提高警觉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能够啊生存下去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不恨他，而且你很感谢他，感谢他，而是让他知道你是感谢他，因为他帮助我成长。对，而且你感谢他，你说我现在这个时间呢，我最感恩的是我的对方，
他对方啊对我帮助太大了，是对我帮助太大，晓得因为有他，所以我现在会变成呢更坚强，更有信心，晓得我的缺点是什么，晓得我的优点是什么，而对方呢就是我的最好的老师，他就是我的老师。甚至他在想说，因为你不断的因为他越刺激你，他越想打你，你越强，因为他搞笑，这反而在帮助你。是这样子啊，因为你是感谢他，你是让我成长，他打一次我的成长更高一些，是，所以那他就不会。所以这个化敌为友真的是需要非常高的智慧。那可是也有人就想说，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智慧，那我也好像也很这个也不想被别人所欺负，那我跟所有的朋友都保持不亲不疏的关系，这样好不好呢？那就是说保持距离啦，以策安全，以策安全啦，让人家莫测高深，你必要的时候你请他帮个忙，在他要请你帮忙的时候你不要太深入啊，你可以帮他一个忙，但是你不要太深入，那也是求自保的一种方法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开示啊。师父说真的啊，化敌为友呢要靠智慧和实力啊，但是实力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智慧啊。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敌人呢当作我们的逆增上缘，当作我们的一面镜子，那么有敌人反而是促进我们进步的动力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的智慧啊。那么也欢迎你在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